在娱乐圈内，赵丽颖有着超高的人气，影视作品也非常多，堪称内娱前列女明星。不少人说赵丽颖是85后女星中演技天花板，也有人说她的演技之所以还看得过去，也都是靠同行的衬托。对比一下现在知名的85后流量大花，赵丽颖演技还真的算是天花板般的存在了。当年赵丽颖的好几个角色都非常有灵气，不过近期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她和冯绍峰的私事儿。毕竟两个人结婚太快，离婚来得更快，所以还是让人非常遗憾的。毕竟两人还有共同的儿子，想想要抚养呢。在一次采访中，有记者就问到赵丽颖愿意和冯绍峰复婚吗？赵丽颖只是回答，任何人都讲究一个缘分。不知道这样的答案是不是预示着当缘分到的时候，两个人还是有复婚的可能的呢？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吗？欢迎评论区留言评论哟。